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玩《勇者斗恶龙：创世小玩家二》。好啊，那我们就继续玩了。有两天特别的节目，连线的特别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就回到的主剧情开始玩，继续玩下去。嗯，今天又是开回蔚蔚的账号来录影喽。然后，原本这个房间呢、是可爱的房间，就是按照任务规定的盖出来的可爱的房间。然后我把它改造成大型更衣室，因为原本可爱的房间就有梳妆台啊、床啊这些，还有椅子啊、本来就有这些东西的，还有照明，本来就有这些东西。那我只是就是多放了一个这个衣橱，对，它就变成更衣室。然后你只要做出来更衣室，居民就会来这里换衣服，换各式各样的衣服就对了。对，但目前他们好像还没换呢，可能有啊，恰可换了。恰可换了吗？恰可换了，他刚才说好潮哦。没有啊，恰可穿还是穿农衣服啊，他这、还没换、这个恰可在这啊，他还是穿农民服啊。来来来，他是不是要换？只是讲话吧，不知道哎、哪个比较潮？哪个都没差，生气。可是他们都还是没换，我在想可能刚建好的关系吧。好，然后这边的话我就多盖了一个厨房跟餐厅哦，因为我们都食物很缺乏，所以我希望可以让居民自己来制造一些食物给我吃，不然的话自己做很麻烦。然后我们之前在前两个岛都有因为任务的关系有建了有见过厨房跟餐厅，所以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只是我用了不同的素材 来做这样子。然后这个厨房的话就是用这个柴火加平底锅就变成平底锅料理台。那它是平底锅料理台的话有什么不同哦？跟一般我们做菜有什么不同？是它可以等一下我少拿一个东西，油，它可以放两样食材哦，像这样，譬如说我放肉跟油，然后去烹调、烹饪，就可以做出这个炸肉饼、炸肉排、炸肉排。嗯，对，有很多种组合方式，大家可以试看看哦。那也可以上网找，找配方来。照着做也可以，或是你自己想要乱搭配来试看看。你觉得好像现实生活中什么料理配什么，就像你看肉生肉跟油去炸就会是炸肉排，你可以自己试看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你可以做出一些不同料理。然后这边是酿酒桶，也是一样，它会帮你制造一些饮料，这样就会自己帮我们制造一些食物跟饮料，不用自己做，做很辛苦。然后这边的话，这边是一个简约厨房，不普通的一个厨房。对。然后这边是餐厅，餐厅大型的饭厅。那我就是把他们两个连在一起，有一个房间配方是简约厨房跟餐厅配在一起的话，它会组成一个连接的效果，像这样子。饭厅与简约厨房相连了，餐厅完成了，就会变成餐厅，就是厨房跟那个用饭处连接在一起，餐厅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大餐厅啦。嗯，然后就会有特殊的音乐。哦，大家有听到吗？音乐有这个连接效果的话，它就有特殊的音乐这样子。然后，这个配方是我从巴哈上看来的、就是巴哈上有一个很厉害的大大，他真的很用心，他整理出所有的房间配方、所有的素材、所有的食物配方、所有的 boss 在哪里打，然后掉什么材料、打什么怪，他超用心的，他整理的所有的东西，然后有更新，他也都会再把新的东西更新上去，而且他还超贴心做了 Excel 版。跟照片版，就是有些人用手机看、看照片比较方便，他超级用心的分享在巴哈上，然后我就觉得他真的太厉害又太用心了，所以我把他分享出来让大家知道，就从我们这边再继续分享出去。
对啊，希望大家如果有帮他账号可以去帮他按赞之类的。我不认识他哦，没有业配哦。那个连结在这个影片的下面介绍的地方，对，我们会把连结放上去。对，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太厉害又太用心了，所以觉得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像外面这边呢、啊，我们之前不是做绿洲吗、嗯？然后有放了一些草原丸子，然后地上原本是沙，原本是那种一般的沙。嗯、那我们放上草原丸子之后，它就出现了兔子，兔子超好的。你打它会掉肉排，会掉生肉，掉生肉。嗯，然后生肉就可以直接煮，可以是肉排，然后加油的话就是炸肉排，那个吃的效果就是比较好，补你的饱足度或是补你的血的效果都很好。嗯，然后地上你也可以，如果你有打到一些要用种子的话，你也可以随便种在草地上，你就可以收成要用种子来做我们的这个药草补血的比较快，对，补血比较快。如果去素材岛打一些大的 boss 的话，有药草的话比较好补血，就很方便。然后这边的话，我就是盖了一个充满了仙人掌的房间。嗯，因为你只要在就是种很多仙人掌啊，然后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房间，还是随便种在沙地上就可以啊。可是按照我之前的经验是，我都把它围了一个房间，然后种满仙人掌，那它之后就会长那个球仙人掌，就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很可爱的装饰品，现在还没长出来。现在还没长出来，我自己的账号是它是真的会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哎、欸，我们球仙人掌好像留在那个二岛了。嗯，我自己的账号是我在空浪岛这样子盖。然后围起来，它就一直长，一直长。我现在身上应该有五个吧，球仙人掌。你看那个中仙人掌那地方，怎么又少一个砖块？哪里？哦，没有，那个、没有啊，它是有形成房间啊、哦，小型空房间啊。如果有少的话，应该会那个。我以为那个左边那边那个是被沙盖住了。哦，不是说你空间感很差啊？打僵尸，僵尸会。僵尸会掉粪肥，我们就可以做草原丸子，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看要接什么任务。接近完工，还没全部完工啊！哎、欸，哦，换衣服了，他换你的龟壳装，佩罗的爸爸换龟壳装，佩罗的爸爸换龟壳装，为什么要这样？好好笑，他的那个脸配那个龟壳装，这样。哎、欸，我发现他爸真的很喜欢穿龟壳装哎，我的账号他也有穿龟壳装，没有穿什么兔女郎装或什么的。他爸没有，才刚讲他就换衣服了，好好笑。他说什么？哎，刚他说什么？在看就没有什么完成了吧？金字塔完成了，你没看？没有啊，还有九十，还有90%，还没完成呢。啊，他说要先完成其他人的要求，然后其他人有一些要求什么道具啊，那个对啊，说要盖道具的，道具店挂壁装饰两个竹箱、桌子及标价牌。巨店挂壁装饰，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素材岛还没开，所以我没有滥用爱心，我们只解锁任务需要的，大家可以不用急着解锁，因为到后面你爱心根本用不完哦。不用急，所以爱心用不完就是可以尽量解锁。那是到后期，可是你前，那你先把爱心用完的话，那你就要多等一些时间，你才能解锁你的素材岛了。哦，这样子。因为后面素材岛要的爱心越来越多。哦。对啊，看你啦，你想要先去素材岛玩，还是你想要先解锁都可以。嗯。然后你就先解锁，然后结果你没有去素材岛，然后没有材料做。哦。都可以咯，看你要怎么样啊。然后桌子，
六个应该够吧。反正我们木材无限的，随便做。然后跟什么竹箱啊，哦，牌子标价牌啊。又想到了新配方。箱，两个竹箱，呀哈！应该没有了吧？嗯，我记得只有这些。道具店挂壁装饰啊，两个竹箱、桌子跟标价牌。OK， 你要盖在哪？我都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哦，不然呢？这是你的账号啊。就盖在后面好了。后面这边啊。嗯，对对对对对，那边。这里啊。对。这里啊。对。啊，你要用什么盖？道具店。想用跟之前一样的材质盖，哦，懒得想哈、哦。不是，就是比较统一。哦，懒得想嘛。比较统一啊。哦，懒得想。风格比较统一。哦。这边还是这边？这边好了。你的门要开哪边？开这边。这里啊、哦？没有没有没有，另外一边。这里啊、哦？对。这样够大了吗？可以。这个，哎、欸。剩一个玻璃，哎、欸，你用玻璃门吗？好啊，好啊，玻璃门。懒得想吗？没有啊，风格一致。就懒得想啊。西德，你有事吗？对，我要看他位置有没有对。柜台桌。箱子的上面，这里还是这里？嗯，这里，这里，这里。标价牌。制作各种房间配方达成，莫名其妙就达成一个配方。再两个开拓配方就可以强化那个转化慢刀。哎、欸，我有去查哎、欸嗯，慢刀是真的有一个这个东西的名称哎、欸嗯，然后就长那个慢刀的样子，就
真的长成这个样子。嗯，它叫做曼刀，我有用过，我有用过，哎，水泥。对，我之前当兵的时候，不幸在马祖当兵。哦，因为我爸是那个室内装潢，所以我们家很多那种有的没的东西。啊，来看要卖什么？卖什么好？卖这个好，这好多，哎、欸，不能用，不能放置食物品。我们食很缺，好不好？不能卖食，食很缺。我们缺那个屎来做草原丸子来卖屎，卖屎啊！我去看我们那些无限素材能做的东西有什么。这个墙地板阶梯的东西不能卖，门不知道能不能卖，应该也不行吧。身上有，先试看看能不能卖。可以的话，做一大堆来卖。哦，可以哎。嗯。哦，桌子还什么？这个也可以卖吧？哎呀，都卖桌子哦，家具店是不是？还有什么？啊，我记得好像那个什么。这个，这也可以卖吗？哎，可是没有无限，做了好浪费。不会啊，草饲打一打就有了。水车，哦，这也是无限素材可以做的东西啊。不知道能不能卖啊？帅哦，卖色色的书啦，你要卖色色的书，对，你要做几本？没几个草丝哎，你要卖几本啊？十本好了，应该可以卖吧？可以卖吧？卖十本可以卖啊，色色的书可以卖。这什么奇怪的店？啊！但是他现在好像还不能卖东西，因为翁巴还有后面的任务。绿洲加上金字塔，还有道具店，少了一个经营的商人呢、啊。阿姨为什么一直穿着兔女郎装啊？她之后会换呢、啊。有了道具店，应该很希望马上有人来进。废话。吉祥物。哦，去素材岛把商人带回来啊。我们有新的素材岛，叫亮亮岛，可以去。我们还没去。好吧。哎，你有请求？台车。如果能通过金字塔当中，应该会是条很好玩的路线哦。200个轨道。不错，你们要求很多呢。顶端的装饰要先画设计图，让他们做事就对了。对，希望能照我的设计制作。马西莫也有，米尔兹跟马西莫各持己见。好吧，我看看。是哥顿吗？哥顿造型，哎，
米尔兹，哦，戈顿造型的屋顶，你要先看另外一个吧。嗯。这是什么啊？这什么？不知道，就长这样啊。简单点啊，它是简约型的啦。你要哪一个？只有两个选择哦。Yep，这都不是很好，不能盖那种直接很像金字塔的那样子。那你自己来盖。那我就来个哥顿好了啦，比较特别。你觉得呢？都可以啊，看你啊，哥顿，看你决定。哥顿，我个人是用了终极版啊，简约版，终极简约版。哥顿，哥顿。好，那就哥顿。好，哥顿哦。嗯，哥顿。品味的集大成。他们现在都不会说佩罗怎么样，佩罗怎么样、啊。现在不是他是主角啊，这座岛是你的、欸，白爷送给你的。就剩下最顶端的装饰就完工了。嗯。哦，好好哦，他都帮我们准备好了。Go！ 那你们加油，我去素材岛。哎、欸，你要先盖铁轨，还是要先去素材岛？哎，先去素材岛好了。还是想先盖铁轨？我问你，你又问我，自己决定。来去素材岛。好。哎、欸，现在有没有那回音笛嘞？哎、欸，对吼。是不是有用？哦，有用，有用。这找很快。这样找东西快多了。先做药草。身上有那么多药草，先做一做。因为那个空荡岛的工作台不能带去素材岛。先做一副东西，雕像。总有一天我们会带一只活的抱回来的。哎，有信。嗨，魏伟，你正在想怪物怎么会写字，对吧？那就是所谓的偏见。你知道宝人是谁吗？我知道，就是那个很像是上面有装个袋子，五道宝石。奥卡姆尔的大家过得还好吗？我们这边哥顿和大家都很好哦，肌肉男们也满满的肌肉感呢。我最近也开始在锻炼肌肉了，很快就会变成强壮结实的五道宝石咯。我觉得这个信的那个外面设计的还蛮不错的，真的很厉害，对不对？信的外面，而且那个眼睛的感觉就是哥顿的眼睛、嗯、然后把它拷贝起来，然后里面可以放自己的字。要干嘛？就可以分享出去啊！如果大家做设计的时候，然后就哇，我想要中间写字跳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你有问过游戏制作人吗？没有。不要乱扣边，小心被告。哦，有新的。龙龙岛。可是他说亮亮岛有商人哎、欸。亮亮岛。哦，到这些岛要新啊。欸、你茂茂岛还没开哦，只有先开诗诗岛，500、100、300，这样子是多少？900。哎、欸，其实你够哎、欸，全都可以开哎、欸。对，但你要先去哪一个？先去那个、啊、亮亮，可以带商人回来。对。哦、监狱岛不能过去了，对不对？不能啊。不能哎，他可以一次开完，先把它开完，等一下把爱心不小心就化掉了，一次都给他开啊，开开开开开！哦，
你只要开了那个茂茂岛，也连那个新的和风的素材的那个岛也开了。这个、这个念宅吗？还是念什么啊？我没查，忘了查。宅吧，有边念边好了。然后这个是龙龙岛，也可以开，直接把它开了吧，省得我们又乱做东西，然后把爱心花掉了。那我们去亮亮岛喽。走喽！我现在有回音笛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找到，找那个素材会速度会快很多。要把商人带回来。对，还要把商人带回来。他是没有交易系统啦，但是他这个商人的话，就是说他来贩卖你提供的那些东西啊，那些商品啊，他虽然是贩卖，但是其实居民是用爱心来交换哦，所以可以促进你可以收比较多爱心啦。多的爱心，对，他其实是没有交易系统的。哦，这什么啊？这什么做的？好夸张哦！有些把它切斜的，它应该是这是地面吧？还是什么？哎，好像不是哦。一座墙？哦，有可能呢。好厉害哦！天哪，这些人有事吗？哦，这个这也很强哎。那什么青蛙哦？应该是啊。哦天哪，神人，那些都是日本人。日本的账号 Go， 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哦，那边有那个蓝色的，我知道，我知道，你说那个会踩史莱姆粘液，史莱姆的那个。对，但我们现在没有那个创造师之锤，可以把它取回家。哎呦，马上就确认。好，先确认。软趴趴黏液，你刚看到吗？史莱姆长出来。我们现在把它敲开的话，只是那个油掉一大堆油而已。没办法，我们现在还没有创造师之锤，就不能。哦，有这个。确认。就那个啊，做炸弹的原料啊，你忘了？忘了。好啊。呀哈！我每次到一个新的素材岛啊，都觉得就是哎、好顺利哦，好多可以确认啊。然后到最后就是会有那么一两样超难找的，超烦的，很讨厌。哎，这没有要确认，还有什么要确认？那边那个。什么石头？这个、嗯，它是怪啊。虽然我们来素材岛的目的是要收集素材，然后还有确认那个清单，可以让我们有无限素材。啊、那边有个那个粉红色的那个，我知道。可是你如果有看到一些怪，你觉得你好像没打过的话，还是可以打一下、哦，因为可以收集你的怪物的图鉴，增加你的击破率。哦，熔岩。燃烧石。对，这边是熔岩，这现在也还不能敲回去，把它打破，它都是那个，打破的都只是石头。呀哈！红山岩。哟、哦，我看到一个那个怪，我们没打过，你看到眼睛吗？看到，怎么突然有眼睛出来了？你看到吗？嗯，它其实是怪，伪装成石头，它变成超大的一个石板。哎，他用武器打，不用锤子，超可爱的吧？被打死了，很可爱，我觉得他蛮可爱的。他那个怪物在一代的时候就有了，就有这一种怪物。哦，那边有个骨头，好像骨头也要 check。对，哦，还有这个，这个好像也对。我眼睛好厉害。这很烦，毛毛虫真的很烦。我就到处走走，先不要一开始就用回音碟。为什么？就是爽啊！
我想说为什么？我们好像先看吧。游泳也可以啦。呀哈！你都没有想要独立自主的那种？有工具就用啊，这样。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那我浪费。你在那边？在这里啊，什么在那边？非常近处，非常近处，所以是底下咯，要从底下传来的。欸，真的欸。這什么？黑色岩。哦，近处又是非常烦死了，这两只都很烦呢，有完没完呢？好，希德加油！要确认这种各种土，哎，不能敲啦！是什么东西？要确认什么？没有啊。非常远处，又变成非常远处了。是不是被我敲掉了？可能真的被你敲掉了。那就哦，在对面啊，远处了。那我们就过去吧。没看到商人呢、啊。等一下，有东西啊。到底是要 check 什么？真的很烦呢。希德加油！非常近处 ，Where？快到了，快到了！有回音之敌，如果也找不到东西，搞屁啊！如果没有回音敌的话，不是很惨？所以强烈建议大家结完二岛再去各个素材岛啊！到底是什么意思？
欸，根本就不用敲，不气哦，就是你哦，在闹什么？屁事有没有？马上好，看看。奇美拉，打看看能不能成为我们的伙伴。有他的话，方便很多。你可以飞，对不对？对。啊，没有。Toki 啊，可恶！上面那个石头好像。对，上面那石头有，我知道。我正要上去，不要急，不要急。莫急，莫慌，莫害怕。那边要让你确认。这个没有哦，我以为这个是欸，我以为啊，这个没有，可是这个是金，很好用。真的没有欸，你要确认金哦。我现在的锤子太烂了，去多打几次奇美拉，看看有没有机会成为伙伴。这样我要找人比较方便。大木锤也是哦，多打几次看能不能收服成为伙伴，就可以贴贴纸让他去敲东西了。没有缘分，没关系啊，多打几个 就可以。我好像看到商人了，呀哈！咖啡豆哎，新的，商人商人，创造师白井，就是过去甄选会得奖的作品。嗯，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白井是这个，嗯，这是怎样？哦，空中的花园呐。空中啊，嗯，我要虚了，为什么要做这样？我们上去看看，因为有先跟他讲话好了。对啊，那是一个 boss， 很难打。是，她女的哎、欸，对啊，女的、啊。她在我的岛上穿黑色比基尼超好看，黑皮肤穿黑色比基尼超好看。我差点忘了转圈，你看他眼睛很美，有没有？哦，哦是什么意思？哦，很美，没礼貌。哦。甄选会的得奖作品，欢迎来到坟墓。哦，是坟墓是不是？有墓啊，墓在哪？哦，这边还有底下哦，是怎样？里面有什么？诶，在这里哦，哇！脏哦，诗诗身为创造师，哎，没有东西，有没有放一些礼物给客人呢？看一下人家得奖作品呢，就有点像哇，好帅哦，有点像迷宫的感觉。注意前方，注意掉落出口，注意掉落物。下来嘞！哦，好厉害哦！不愧是得奖作品，没错。哎，那边还有大木锤。交给西德，我们就在旁边
加油加油，西德加油。无，拢无，拢无人想要成为我的伙伴。哎，这边有一个石头块。没有。运气很差呢。好啊，好啊，好啊，都不要，都不要，都不要当我的伙伴。还有牛啊！对啊，还有牛啊！牛会出现在比较平坦的地方吗？所以应该就不是这里。那边什么东西啊？啊，咖啡豆，多采一些咖啡豆回去种，回去种。哦，这边有一些。可那个石头可能是需要的石头。有可能。我猜。我不知道。我们来吹笛子好了。老公说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真的啦，真的就是那个。一笑岩浆。你说底下有岩浆，所以没有办法一直飞上去。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上面的意思。从远处哎、欸。非常近处了，那应该在这里面。这里面都只有鱼吗？看起来好像只有人的感觉。哦，那边有牛哎，你有看到吗？嗯，看到了。哦，呀哈！什么东西啊？哎、欸，这没有回音之体，到底是要找到死是不是啊？对呀、啊，还是一定要有这个啦。上面，哦，这个啦，红色这个，红色什么？上面那个红色石头。哦，那个染料，红色染料。哦，眼睛好厉哦！萨达大师。啊！西德走开啦！
你刚才干嘛？娘炮叫啊！我就是娘炮啊，怎样？有什么问题吗？你自己玩那《恶灵古堡二》的时候叫成那什么样子，我都没有讲你耶。哦，超夸张的！我在楼下要搭电梯要回家，就听到他在叫了，门口都听到了，好扯。这边上面还有，所以我们要下去啊！我在这里吹啊。从哪里冲来的、啊哦？一定牛啦、哦，底下牛了，那个牛对不对？说不定 ，maybe。哎，这里没有牛啊！太远啊！然后从这附近传来的、啊。刚才不在那边看到牛啊？那边呢、啊？我看到了啦。这个啦，他刚刚回音之敌传的是这个。我知道有牛，可是他刚刚回音之敌传的是这个。嗯。哦，土堆。呀哈！烦死了。神烦！左边那个上，右边那个上面那些那个，等一下，笛子吹这边。嗯，那上面那个石头不是吗？里面那个。哪个？这个。哪个？这个。这个。什么石头？这个、啊。这个。嗯。那是土。哦，那不是很像这个吗？哪一个？不是，那是铜矿吧，还是什么？嗯，看起来像矿石。然后它右边那个是粘土。哟，可能就是刚才在那边那个牛了、啊。从近处，是它是从那个石头里面传来的。哦，粘土啦。被你找到了，铜矿跟银发现的话，可以不用多打哦，因为你这两个清单确认完之后，就可以无限使用铜跟无限使用银了。就它上面这边的那个 list， 对、就是、对，所以不用浪费时间打，没关系。这里，我上面啊、哦，我看到了哦，我看到了，上面有那个绿色燃料，在超上面那边。哦，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太高了，哦，奇美拉，拜托来只奇美拉，这样你就方便上去啊，你看那么高，来来来，可恶，都不成为我的伙伴，可恶。真的没有呢，打那么多只，这好像比较特别。没有啊，随机的啦，没有那比较特别的啦，都没有，都没有想要成为我的伙伴的奇美啦。半只奇美拉，
想要成为我的伙伴吗？而且抓奇美拉回去，除了可以飞之外，就是他会做菜。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设定哦，奇美拉会做菜，就是这只鸟。对啊，它有很多种颜色的奇美拉，这只土色是法师奇美拉。过来啊，有种过来啊，没种。过来啊，在远处那边闪亮亮干什么？跳起啊！可恶，全部都死掉，都不要做我的朋友。你们是不想跟魏巍做朋友还是怎么样？怎么又出现随机产生？那就随机产生啊，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差不多集中在这附近。我就不相信，我真的打不到一只。一小时以后，可恶，还在打，可恶，都没有人要跟魏巍做朋友。跳起啊！换你，换手，换运气，说不定你运气比较好。这样温柔的打他，跟他沟通。你就在打他，还沟通？哦，有嘞，有，快点！三角形，运气就是好啦，运气就是好啦。欸，我老公运气是真的比我好，很多时候。对，所以我就说换给他打啊。运气就是好啦。呜，碎啦！可是他会跟你的活力有关哦，所以你可以先靠在旁边休息一下，然后再飞。你看这样多方便，以后等级增加之后，活力增加就方便多了啦，就可以飞比较久了。呀哈！耶！像这个，你在外面看到它有绿色染料的地方，它里面都还会有更多。可以在附近瞧一瞧，绿色蓝料，对面也有，对面大楼也有。那不是大楼，奇美拉，我们走，对，不是大楼，对，不是大楼。奇美拉，哦，我看到蓝色的，你看奇美拉多好用，在这里，奇美拉。那红色是不是也是？哦，对对对，对对对，确认。这个是红宝石吧？还是什么？对，红色宝石，他要那个配方任务要取得一些红色宝石，所以我们先不确认。教大家一个小 paper， 你先不确认的话，你就可以一直用那个回音之笛寻找，因为红宝石很稀有，不太好找，所以你先不确认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吹。回音之笛来寻找你的红宝石的方位，只是暂时你的银没有办法无限使用而已。但是我们就先挖个几个，因为他要解一些配方任务，他要取得那个，锤，不能锤，这个黑色石头不能锤。每只鸡，为什么？为什么鸟是这样叫？蓝色，蓝色，好用，好用，好用吧？耶！啊，蓝色金属矿脉也是，没关系啊，蓝色金属矿脉好像多一点，就打就好了。一定都要在那么高的地方吗？一定要这样吗？目前我们的锤子还打不了这种黑色眼哦，所以没办法，
探究它里面是怎样。蓝色金属好像比较多，所以就没关系。希德尔不是故意的，我要下去找奇美拉。你走开！哇！一定要这样吗，奇美拉？跟着你在后面飞。对。记得我刚好看到还有蓝色在那边。蓝色金属也是算比较稀有的矿物，所以可以多采一点哦。蓝色金属可以做那个佩罗的吊饰，佩罗的灯饰。哎，我记得好清楚，一直记得佩罗的事情啊。哦哟，你要看对我吗？上面。在里面，打不到，按错按错。还是在另外一面。哦，果然，呵呵。我就你说那个红宝石，红宝石。先不确认。哦，奇美拉真的太好用了啦，人人必备一只。什么意思 ？Hello，Hello， 就是听你讲这个话就要走。算了，靠自己，可恶！哎，来了来了。循环。我发现了这一招，他就会立刻过来。如果你碰到这个岩石的话，可以飞吗？远处什么岩石？就是碰到那个下面那个岩浆的话，可以飞啊！它又不是那个，不是伞。对啊，它是鸟呢，能不能飞？可以飞啊！远处，他说远处哎、欸。没力了，没力了。远处传来回音，可这个我们刚刚来过了。那边有三个那个，这不是，这不是，不是啊，不是这样。哦，这边还有好多红宝石哦，敲一敲，顺便解配方任务。
看到15个的样子，印象中没记错的话。就剩下这个红宝石跟牛而已了。真的吗？哎、欸，是吗？对啊。哎、欸，真的哎、欸。那不好意思，等我一下，因为他采那个红宝石就可以顺便解配方任务啊，嗯、所以要花些时间找，不然你找红宝石的过程快转好了。因为其实就是在找而已，有点无聊。Sorry。吹笛子。在底下，远处。远处传来回音，到底是什么、啊？我没看到。算了，走远一点的地方，别的地方好了。看一下有没有牛，平地比较容易找到牛。牛。近了，慢慢从后面，像之前我们驯服其他的动物那样。牛，好可爱，有牛。哦，吓我一跳！已经解开了那个银的那个配方。哦，可以不限次数的使用银。哦，这很好用哎。无限次数使用您非常方便哦。那现在在吹，就是真的是找那个红宝石了。是的。他一直从我们去过这个地方传出。可是我就都没有看到啊，什么意思？哎，又敲不进去，有看到吗？没看到。对啊，可能在里面。不能，那这个这可以敲不掉啊，这可以敲得进去，可是它应该不会在这个里面。还有星星呢，哦，好漂亮哦，哦，满天星星，奇美拉多好用、哦，红宝石通常都在这个黑色岩，通常都在附近敲不掉的地方，嗯，让你很难拿得到。哦，前面有看到了，前面这座山有。是很多，所以我才没有先确认。这座山已经没有了，这么少，可能就找这样的那个山。对啊，我就是专门找这样的山啊。
反正都看到蓝色金属了，加减拆哦。在哪边？不知道。啊，我的奇美拉嘞！绕一圈看看这座山还有没有？没有啊，这边还有一个黑色。那边还有两个，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三个，三个。那边还有三个。我们只要敲足够解配方的，我们就把它确认了吧，好吗？好。不要贪心，反正之后可以再靠人力来找。其实它也蛮好辨识的啦，你就是找那个黑色岩。哦，天亮了。解开了，色色的照明灯，我们现在可以制造色色的照明灯了。我老公看到一个观众留言，看到我们那个前几天的连线游玩的影片，然后有观众留言说色色的超大型王座之间，然后老公说那是什么，我说那就是我那个空荡岛的房间的那个名称呢？我说有吗？有这个东西吗？我说有啊。他说在哪里？我说在我的那个岛上的蓝色开拓地啊，有一个王座之间。他说他的名字就叫色色的王座之间吗？我说因为有放那个色色的灯啊。因为李展荣留言，他在萨达传说也留很多。真的哦，你的忠实观众。他就是。都很厉害，他都知道，你知道？哎，对，我们上次那个房间的大小会形成什么房间，也是他跟我们讲的。对，他都很有研究。哎，你还没有确认呢，还是不要确认？我还有，先敲一下呗。上面最上面那个，我再确认，这样可以吗？我想说，我都看到了，敲一下。OK。哦，不限次数使用通，这样很方便，我们可以制造很多东西哦。好了，好，走，你要多抓几只牛吗？没有，这样就好了。牛不会自己生牛吗？要两只啊，至少。那再抓一只牛好了。你以为牛是自己？这游戏啊，后面还有你们那个红色宝石。真的，我看在哪里？哦，太好了，因为那个红色宝石可以做色色的灯。所以，然后空荡岛还有一个配方任务是要摆50个色色的灯。哦，在你的岛上摆色色，那我之后可以再来找啦。哎，不是同一个？没有，后下面还有一个。没有啊，就同一个啊。哦，这边哦。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啊，我们现在只有17个，好吧，没关系啦，我之后再来打，然后就来解那个配方任务，开拓配方。哎，哦，这是我的牛，我想说，哎，有牛哎，哦，这是我们刚才抓的，有奇美拉就好找多了啦，找牛，尽量找平坦的地方哦，嗯，平坦的地方。没看到，牛大部分都是出现在平坦的地方。哦，我跟你讲，我等一下回空荡岛，我就要把它指定跟随奇美拉修合影呢。我看到了，看到了。为什么没看到在哪里？哦，看到，看到，看到。明显。
毛毛虫很烦，你不要闹，我要抓你哦。你看，你看，你看，跑走了。就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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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鸟啦！我要抓的，你这么打，怎么打？哦。不容易啊！你看那些怪很贱哦，他知道我要抓那一只牛，他赶快把它打一打。好了，回去了。抓了两只牛，商人跟法师奇美拉，大丰收。哦，我们又解了一个配方，哎，将动物带来空荡岛。牛开始朝着红色开拓地移动。哦，饲料盆，动物的干草床，商人也从也移动到红色开拓地了。商人会自己去那个商店吗？他就往红色开拓地走了、嗯，他不会去自己去商店，你还要回去回报任务。嗯，对，你要先回去吗？还是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好了？好吧。嗯，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那我们下个短片再继续游玩哦。我们下集见，拜拜。Bye